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众中尊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众中尊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273页，273页第五行，第五行，从当中下半看起，古为三乘凡圣，从这看啊，古为三乘凡圣，所见佛身，报化年岁断长，成佛久远，故故不同。故经啊，经只取佛及弟子四字即感相遇之情，摄听四笔便明一时也。这是为什么经藏里头啊，佛说经的时间没有明确说明年月日，只说一时，一时很有道理啊。念老在此地告诉我们，古大德有说三乘凡圣，三乘声闻、缘觉、菩萨啊，这里头有凡有圣，每一个人见到的佛身，或是报身，或是化身，佛年岁的长短啊。成佛是久远界成佛，还是现在成佛？各个不相同啊！这是什么原因？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是由众生差别妄念里面反映出来的啊。佛要记住，决定没有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是凡夫了，佛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。菩萨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啊。阿罗汉
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只有六道众生，妄想分别执着全有啊！啊，这些东西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所以佛的现身呢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无非都是为了教学方便所设施的。啊，教学方便一定是因众生的根性，这佛法讲契机。啊，现前众生的根性不相同，机感不相同。啊，所以佛的视线不相同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，没有一定的身。《法华经·普门品》里面说，观世音菩萨32种应身，应以佛身而得度就现佛身，应以菩萨身得度就现菩萨身。我相信我们中国古圣先贤里头肯定有佛菩萨应化来的啊，三皇五帝、老子、孔子，是不是在佛菩萨在中国这个地区所现的身啊，中国地区的人民自古以来尊重圣人啊，尊重圣贤，佛菩萨到中国来教化中国人，不能用佛菩萨的身，中国人不习惯啊，中国人对于圣贤君子非常熟悉，所以佛菩萨到中国来教化中国人要现圣贤身啊，中国人对于皇帝非常尊重，可以现皇帝身，三皇五帝都是大圣人啊，佛菩萨是现的。我这个想法曾经跟李老师报告过，向李老师请教，这个想法说法行不行？老师笑着告诉我，理上讲得通啊，从理上讲讲得通，事上没证据啊，这真的事上没证据，他们自己没有暴露身份啊，应化到这个世间来的多，我们凡夫不认识，他不暴露身份的，你不知道啊，啊，明明是圣贤来应化了，都把他当作一般人看待。啊，一直到现在也如是了。海鲜老和尚，我们要不细心观察，啊，细品表法的法位，发现了再来人。啊，他在世的时候，每一个人还不是把他当作普通人看待。没有人尊重他，没有人认真发心向他学习。
啊，佛菩萨在印度实现，印度人尊重佛菩萨，啊，尊重佛陀。啊，什么叫佛陀？下面主成就就学到了。啊，印度人，所以在印度这个地方实现，啊，教印度人，那就用佛菩萨比丘、比丘尼的身份。啊，这个印度人欢喜啊。啊，佛是应机说法，佛绝没有主动我要现什么身，没有。如果有主动，他变成凡夫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有起心动念，他有分别执着，那跟我们有什么两样呢？随缘示现的身相一样，语言一样，智慧神通道理不一样，教学的方式手段不一样，佛法的教育是厚厚薄薄的。经上有一句话形容得非常好，叫善巧方便啊，真的是善巧方便到基础啊，这我们不能不佩服啊。善巧方便是智慧的落实应用在事上，啊，这就是古人所说三乘凡身，个人所见佛身是报身化身啊，佛年岁长短成佛久远每个人都不一样啊，啊，其实许许多多佛菩萨久远界之前他就成佛了啊，这一次示现是什么身份？示现是什么样的年龄？都是这个地区众生的感应，感应道交。然后才晓得佛的示现平等受行实行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妙到极处了。菩萨声闻也都能实现。那么现在黄念老注解这部经啊，根据什么直取佛及弟子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以及他的一些学生们四次机感相遇之前啊，在这一段时间时空当中遇到了啊，老师遇到了这学生，学生呢又遇到这些老师啊，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说天四壁啊，老师给学生说法，
说完之后，这就叫一时。啊，所以没有记载年月日时，因为年月日时，中国跟外国不一样，印度跟中国不相同。啊，又何况，现在又隔2000年了。啊，这2000年变化很大。啊，写出来也是白写的，还是一时是正确。啊，我们把时空的观念放下，容易其如实相，容易其如自信。啊，那这跟佛陀的教诲完全相应了。啊，大乘法里头要把妄想分别执着完全放下，才能回归一真，回归自信。又佛的论语说听就近，总言一时。这就是圆满之成，是故经中不言某年某月，但以四季弟子基因和合说听四比即名一时。好啊，啊，这一次现在我们这个地区把说听称作论坛，啊，论坛的时间不长，短的一天，长的三五天，啊，更长的听说有3个星期。啊，这3个星期就叫做一时。是故经中不言某年某月，啊，但以四季弟子基因和合说听四比即名一时。又经中不举年月者，各地立法不同，啊，又世界十分不一，啊，下头举了个例子，我们现在讲时差了，各个地方都有时差，4天王天，一日便是人间50年，且现代科学证明，太阳围绕银河系中心运行一周，那就是太阳上的一年，相当于地球时间之20000万年。啊，我们现在是地球绕太阳一周叫一年，太阳绕银河一周啊，要20000万年，2亿年。且物体运动速度接近光速的时候，在时间随物体运动速度而变异，有时候延长了，有时候加快了，没有一定呢，说本非定量啊。故经中只言一时，最切实际。
啊，这个用的非常的巧妙，啊，用得好，这也是用得好。为什么？我们有机缘参加释迦牟尼佛的法会啊，像智者大师，唐朝时候人，诵法华经，念到药王品，大师入定，定中啊，他到灵鹫山去了，释迦牟尼佛还在灵鹫山讲法华经。换一句话，他在定中啊，回到过去了。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他还听了一座。啊，出定之后告诉大家，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法华经，现在还在讲，还没有解散。如果一定说某年某月某日没过去了吗？啊，这什么机感相应？哎，时间隔一千年，还能入一千年前释迦的法会还在。没解散，这么说来，无论是过去，无论是未来，只要有语言，语言会就叫一时，因缘聚会，这个好啊！啊，我们都有机会啊，参加诸佛菩萨的法会，所以说，用一时啊。是最切实际的啊！下面一段，第四段，丁巳主成就啊，主就是这个法会的主席啊。这一会的主席是谁呢？是佛。啊，也就是上台做报告、做讲演的这个人，啊，这个人是佛。我们看注解，佛者，主成就。啊，佛为一切众生之宗主。宗什么意思？主要的。啊，他是说法之人，最主要的。啊，大众最尊崇的。故名为主啊。啊，这一堂教课之主。有六重成就中啊，主成就。最为主故，六种成就，为什么？通通是为了主。如果没有佛了，六种就不能成就了。啊，所以六种成就当中，成就的成就是主。主成就啊，下面为我们解释这个佛字啊，佛者，梵语为佛陀，今之言佛呢，乃声闻也。佛法当年传在中国来，为了翻译佛经，
造了不少新字啊，因为中国文字不够用啊，这个佛字就是新造的，没有人字边的佛是中国古字啊。诸位在古时候你能够看到篆字甲骨文里头有这个佛字，有这个字，没有人字边啊。佛陀也，这个佛陀跟没有人字边这个佛的音相同啊，但是佛是人，所以佛字旁边加个人啊。那么这个词翻译经里头专用的，专门对佛翻佛这个词啊。佛陀也是为音，中国人喜欢简单啊，这一个主音就够了，尾音就省掉了。只有在讲解的时候提一提，平常都不用佛陀也，就用一个佛字啊。佛教到中国要随顺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就喜欢接受啊。啊，欢喜亲近你。中国人敬祖宗，中国人修孝道，那佛教中国人，你看净业三佛第一句，孝养父母。中国人看到这句欢喜，第二句奉师师长，哎呀，正合中国人的意思啊。中国人最重视的就是孝亲尊师啊，所以佛教到中国来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啊。中国人从朝廷啊，皇上到人民百姓，人人欢喜。为什么呢？他讲孝亲，他讲尊师啊，跟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完全相同。啊，而且佛教真的是从这儿奠定基础的，啊，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啊。啊，那么再翻他的意思，佛陀是什么意思？以为华严，把它翻译成中华的语言，他的意思是觉者啊，觉者就是这是人觉悟的人啊，他不是神，是个觉悟的人。这个觉呢有三个意思，一个是自觉，第二个是觉他，自己觉悟了，帮助别人觉悟，第三个是觉心圆满啊，自己觉悟这种行持达到圆满了啊，也就是圆满的就这个人，印度就称之为佛陀。下面，这是经典上一般的解释。
自觉已于凡夫之不觉啊，凡夫迷惑不觉，佛自觉了啊，跟凡夫不一样了。那觉他呢？觉他已于二乘，二乘人自觉，不愿意觉他啊，觉他是教别人的，帮助别人也觉悟啊。啊，二乘人没有自动自发的，二乘人看到众生有缘，跟他有缘，他看到高兴，看到喜欢，他就教他。看到不高兴不喜欢，他就不教他啊，不能主动教化众生啊，不像菩萨。菩萨自觉之后，无论什么人，你不找他，他找你，他要帮助你啊，帮助你，你肯合作，你肯听话，肯真干啊，真帮助你觉悟啊。你要是不愿意接受，他也给你种个善根，跟佛有缘啊。我们这一生的人生遇佛法，遇到能够欢喜接受，过去生中阿赖耶种的缘呢？如果没有过去时的缘，怎么可能升起诚信爱好之心？这升不起来的啊！看看我们现在学佛人当中，念佛人当中，有几个是真心？为什么还是懈怠懒散，甚至阳奉阴违啊？那是什么呢？他的善根不够厚，没有善根遇不到，有善根，善根不厚啊，善根还不到位，这就是阳奉阴违啊。随众学习不肯正干，甚至于对佛还有怀疑啊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一生遇到佛又学一点呢？每一次的人生遇到的时候都把它加几分，加到什么时候啊，你那个分数及格了，一遇到啊，就能真心。那我们最近看到一个统统往生的故事啊，13岁的一个小女孩，她从闻佛法到往生就60天，为什么她能真信、真发愿、真念佛？这真的佛来接引他往生了。阿赖耶识里面佛的种子能量，那我们跟他比呢，我们还不够，他够了，所以一听就相信啊。早年我在美国遇到一个比他还厉害的，他60天呢，我在马里兰州遇到周广大就3天呢。啊，他在往生前3天才闻到佛法。哎，难得的是什么？一说他就相信。跟他讲西方有极乐世界，啊，释迦牟尼佛说的。那极乐世界怎么好的听相信？有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多么慈悲啊，到极乐世界修行好，他就相信，叫他的家人，他们全家人没有宗教信仰啊，他要求他的太太家亲眷属的时候通通念阿弥陀佛送他往生啊，家人真干啊，我们那个时候华福佛教会刚刚成立一年啊，我在那里担任会长，我们派三个班，一班四个同修，三班轮流，日夜不断啊，念佛三天他往生了啊，活化还有舍利，这不是假的，我们亲眼看到的啊，三天，为什么他能别人不能，他过去生中跟佛的这个缘，学佛的缘，阿赖耶里头的种子有能量，他能量足了啊，除非是不接触，一接触就相信啊，以他得的癌症那很痛苦，但是一相信了啊，一念佛了他就不痛，效果马上就出来啊，不需要用止痛药了啊，不需要打针，越念越欢喜，越念精神越好，越念容貌越好啊，这个境界让我们看到啊，我们能不相信吗？啊，所以就他一语二成这多久觉满呢，觉心圆满呢，亦于菩萨之在因啊，就满就成佛了，跟菩萨不一样，菩萨虽然在持觉悟了，还没有圆满啊，佛圆满了啊，三觉俱圆，自觉圆满，觉他圆满众生众存，阿罗汉是圣人，小圣菩萨也是圣人，地位比阿罗汉高啊，那么佛是神中之神，三觉俱圆，众生众存，故成为佛啊，佛是老师啊，我把它称为学位，佛陀教育里头最高的学位是佛陀，第二个学位是菩萨，第三个学位是阿罗汉，好像现在大学最高的学位是博士，佛是博士学位，菩萨是硕士学位，阿罗汉是学士学位，大学毕业了，拿到学位了。
佛菩萨不是神，不是仙，啊，是佛门三个学位的称呼。你只要肯学，依照他的理论跟方法，这三个学位你都可以得到。所以《大乘经》里都有常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本来成佛。啊，因为佛法的修学跟我们世间不一样，世间要学很多东西，要学够多少学分，佛法里不如是。佛法里功夫是放下，你在一念之间真正觉悟了，世间一切万法都是假的，你能下定一个决心，一下放下，通通放下了，那你就成佛了，这学位你就拿到了。啊，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就成佛了。啊，学东西多少没关系，与这个没关系，他讲放下。放下起心动念是放下无始无明烦恼，放下分别，分别是尘沙烦恼，像尘沙那么多，从比喻说的啊，放下妄想，妄想是见思烦恼，这三种烦恼障碍了我们的自信。我们迷了，迷而不觉。这三种障碍放下了，自信现前了，自信就自信就完全恢复了。这叫成佛啊！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了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啊，他对于学，学什么？学经教，学文字，是吧？与这个不相干。佛陀教育我们的认识清楚，佛陀教育，佛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个人的真心，真心就叫做自信。啊，性是什么意思呢？不生不灭，这叫性，永恒不变。啊，自性里面本来有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样样都无量，一样也不缺。只要你见性了，啊，智慧德相统统现前，你受用不尽呐。没有一样东西是心外之法了，心外无法了，法外无心了。所以见了真心，样样具足，是这么回事情啊！三种障碍都去掉了，佛陀这个学位就拿到了。如果无始无明还在，三种烦恼，这种烦恼在，分别执着放下了，于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了，真放下了，恭喜你，你拿到佛教第二个修为，菩萨。
啊，你真的成菩萨了。如果你还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执着放下了，那你拿到是第三个修为，阿罗汉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做给我们看了，他19岁出家，他是王子，放下王位的继承权，放弃宫廷里面荣华富贵的生活，啊，他出家修道去了。求学去了，啊，这个表示放下烦恼障。烦恼障什么？七情五欲，功名富贵，啊，出去求学，学了12年，印度所有的宗教，所有的学术，他都去修。啊，为我们实现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，好学多闻，学了12年，发现了这些东西不能见性，所学的这个东西都见不了性，都不能开悟，放弃了，到菩提树下去入定，定中觉悟。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他拿到佛的修为。啊，开悟之后，这自觉，自觉之后马上就觉他教学。每一天讲经教学。49年没有中断了，而且是有义务的，没有收学费也。义务教学，不分国家，现在讲不分国籍，不分种族，不分什么信仰，都不分，只要你肯来学，他就教你。啊，非常认真地教你。啊，帮助你成菩萨，成阿罗汉。啊，那么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就是他的教科书，就是他所教的东西。这些东西哪一样是他学来的？他跟谁学的？他没有老师啊。啊，任何一部，无论是大部小部，这个经典都不是跟别人学来的，完全是自己智慧流露出来的。啊，这个智慧从哪来的？开悟来的。佛讲的智慧是一切众生，没有一个没有。他跟我们说真话了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是平等的。啊，只是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
啊，他把他怎么得到的这个经验告诉我们，放下万缘，回归一心清净平等啊，清净没有染污，平等没有动摇，那就是真心。真心是如如不动的。你看六祖大师见性的时候告诉我们啊，自心是清净的啊，自心没有动摇，没有动摇就是平等的啊。六祖的报告第一句是清净，第四句是平等。啊，教给你这个方法，你只要肯干，真肯放下，智慧的呢马上就显现。啊，难在哪里？难在不肯放下。啊，对这个世间七情五欲坚固的执着。啊，对于这一切法，一切法是梦幻泡影，一切法都是虚妄的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。把一切虚妄相当作真实，啊，念念怎么想占有它，想控制它，想支配它。这三个念头造业，造什么业？造六道轮回业。六道从哪来？就从这来啊。佛觉悟了，明白了，知道这家的，所以他把控制放弃了，占有放弃了，心地恢复到清净平等啊，清净平等心里头自信的智慧德能通通显现。佛教教育教这个东西不是教别的，这是大圆满啊，而且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佛教实实在在是教育。我学佛，首先认识了这一点。方东美先生告诉我的，佛陀的教育啊，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，这个教育会给我们带来真实的利益，真实的幸福美满啊，真实的智慧，真实的德能。应当要学一切教育里头无比殊胜啊，学佛就要学释迦牟尼佛，跟他一样要成佛，成不了佛要成菩萨，最低也成个阿罗汉。啊，不要再搞六道轮回啊。啊，六道轮回就是三个原因。占有。
控制、支配。你只要有这三个念头，六道出不去。为什么？天天在制造。啊，那现在我有工作，我领导一个团体，我必须要管理他，啊，要控制他们，要支配他们，这怎么办？你有心去做，啊，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，就是造轮回。菩萨怎么样？菩萨做得很好，不放在心上。事上有制度，有方法，心上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这叫妙用啊！啊，凡夫什么干什么，心上有，有就坏了，就不妙了。啊，有什么？有轮回，有报应，这个麻烦大。心上没有，没有轮回，没有报应，那变成功德。啊，心上有是福德，造得好是福德，人天福报。造得不好是罪业，三途苦报。你天天干这个啊？佛教我们不造罪业，教我们积功累德，那就是要做事情，随缘，有这个缘要做，没有缘不攀缘，做的时候不着相。就是做而无做，事做了，心没做，这叫妙啊！本事在这个地方啊！啊，领导，会领导的人很快乐。他没事，他没烦恼啊！啊，他有智慧，指导别人去做。啊，佛法学了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。通通用得上，叫真妙。啊，没有一样不得圆满成就。不但圆满成就，究竟圆满成就。世间法里头找不到。啊，永远保持心地清净平等，一尘不染叫清净，四文不动叫平等。啊，所以佛确实慎终之慎啊，印度人称为佛陀啊，智啊，又云智者，这个佛也翻作智啊，翻成觉，觉是它起作用啊，智是觉的体，觉是智起的作用。所以他又翻为智者，
啊，知就是觉的意思，知无不知，所谓一切种知，这个智慧是自性本具的啊，这个智慧现前叫得一切种知。一切种知里头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一切知，一个是种知啊，一切知，知法总相，总是空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这个叫一切知。阿罗汉真的了，所以他能放下啊。种智呢，种智是讲现象，现象太多了，无量无边，叫种种。这种种现象怎么来的？种种现象是怎么回事情？对于这个东西要是懂得了，这叫种智啊。所以一切相是智，一切法的本体啊。种智呢，是智一切法的现象作用，无量无边的，全知道啊，没有一样不知道啊。啊，这就叫觉满的意思，满是圆满，他的智慧，他的觉是圆满的。那么在本经这个地方的佛子，就是知大恩慈父，本是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跟我们是什么关系？这你说得很清楚，佛是我们的老师啊，老师上加个本，是根本的老师。佛教是从他教出来的，他没有开办教学的时候，世间没有佛陀教育，佛陀教育从他开始啊，他是佛陀教育里面根本的老师，所以称为本师。我们自己称为弟子，弟子是学生啊，我们跟佛的关系搞清楚了，师生关系。师生关系是什么？教学里面有师生啊，我们跟阿弥陀佛也是称本师，西方极乐世界的本师啊。无量无边诸佛，那是在无量无边刹土里面实现的，那个刹土里面的本师不能不搞清楚啊！啊，这里要错了的就错到底了啊！皈依三宝。皈依三宝什么意思？拜老师。我们中国讲拜老师啊，我愿意跟你学习，请你教导我啊。皈依是这个意思，皈是回归。我以前在人生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，到处游浪，现在我认定的释迦牟尼佛做老师，我愿意跟他学习，我有了目标，我有了方向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老师教我们什么？
老师教我们三个原则，叫三宝。啊，宝无比珍贵呀、啊！啊，他传授给我们，教我们学习。这个三宝叫佛宝、法宝、僧宝。啊，佛法僧宝要取它的意思。什么是佛宝？自性里头本具的智慧是佛宝。什么是法宝？啊，自性里头本具的德能是法宝。什么是僧宝？自性本具的清净平等是僧宝。啊，我们跟佛学什么？就学这三样东西。这三样东西在自性里头，开发我们自性里面的三宝：智慧、德能、相好。清净是相好。三宝的意思啊，佛是自性觉、啊、自性智慧、啊、法是自性德、自性能啊，自性里头本有的道德、本有的能量，现在讲正能量啊，自性本有的清净平等心啊。这是佛陀教育里头三大纲领啊！啊，学什么？就学这三样：学智慧、学能量、学相好。相好就是幸福。啊，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，就是清净。啊，清净平等是最高的享受。佛门里面供奉的佛菩萨的像很多，这些佛像就是教具、教学的工具，让我们看到了，知道我们学什么。看到佛，就想到自性觉；看到法，就想到自性正，啊，正能量。看到出家人，想到自心净，这三个都是表法的，让我们时时刻刻看到它，不要忘记自心三宝。啊，自心三宝从哪里下手？从戒律下手。你看，三规完了之后，落实在五戒十善。啊，无戒十善没做到，你没有学佛，你是假的，你不是真的。啊，拜了老师，没有跟老师学习。啊，老师给我们的，我们完全置之于外面。一样也没用上啊！这样的皈依是欺骗，欺骗佛菩萨，欺骗众生，欺骗自己，这个罪就重了啊！
因为你欺骗佛菩萨，欺骗自己，让外面人看到你这个佛弟子是这样的性质，对佛教产生怀疑，对佛教信心丧失掉，远离佛教，不要再修这个东西，这不东西不是好东西，把别人的慧命断绝了。这个罪过是什么？无间地狱。我们在此地把这个佛字讲清楚讲明白了，果然能够依教奉行。你要是遇到净土法门，你这一生决定成佛去了。功德殊胜，不可思议，习气再重，迷得再深，如果真正遇到善知识，他一口气还没有断，都还来得及。啊，有缘人是他信得过的人，这叫有缘。功夫再好，智慧德能再高，他不相信，那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啊，一定要遇到他自己心里面最相信、最佩服的这个人，才管用。啊，我年轻时候就这样的。啊，一生最佩服的就一个人，方东美先生。啊，其他的人不相信啊，我对你们有十足的信心呢、啊。那跟你学就得不到东西。啊，方先生纵然不如你，但是我对他有十足的信心，他的东西我能接受，我不怀疑，我相信，这才能有成就。啊，什么叫善知识？是你自己对他有十足信心，这个人就是你的善知识。啊，不是攀比外面的，是学生内心的问题啊，他不在外。啊，我对他没有信心，就远离他。在他面前，时间越长，越浪费自己时间，学不到东西。啊，所以求学有求学的条件，有求学的方法，啊，都离不开那个性子。离开性子，无有一法可得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的佛子，本是释迦牟尼佛。我们经过方东美先生的介绍，对释迦牟尼佛产生信心。啊，没有这个人介绍，我们对释迦牟尼佛没有信心。啊，这一生所得到的利益，念念不忘老师的恩德。不是老师给我讲清楚讲明白，我怎么会相信？
啊，怎么会有这一生这么多年来？啊，无论在什么环境，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。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了，不是往下降了，通通是从老师那里得来的。人不能忘本呢，从父母那里得来的，父母没教啊。身体得自于父母，没有父母就没有我这个身了。身是更深的一个根呢，用这个身接受老师的教诲。恩人是两个，两个是同等的恩人，一个父母，一个老师。啊，我们这一生能成就，能解脱，能放下，能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个恩人可不能忘记。忘恩负义，修得再好，不能往生。不能不知道。下面这一段处成就，就是这一部经在什么地方讲的啊，这个有记载啊，在王舍城齐都居山中这是初成就啊，王舍城古有二书，一曰上茅城，或作上帝城，这是旧城，一曰寒陵城，这是新城。两说不一，两种说法都有啊，到底是哪一种那要考据了啊。经居知读论中曰，佛涅盘后二舍世王以人民转少库，舍王舍大臣，其边更作小臣。这是经典上有记载的啊，二舍世王他的都城原来是大城，就是旧城啊，因为人民少了，舍弃这个大城啊，更做一个小城啊，聚集人众，便于防守。这是在战争的时候一种手段。这些地名在这一段注解里头，地名很多，在我们参考资料里头都收集了一些，便于同学们自己做参考啊，我们不必一一细说，耽误时间。真解云，
这是日本净宗祖师所作的《无量寿经》注解。本王是真者，上帝救者。啊，跟作小乘者，含灵心乘也。那么此即是佛灭度之后阿舍王建造的小乘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佛当年讲经呢，一定是在旧城。那时候没有新城的，新城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建的。啊，那这就是证明，释迦牟尼佛是在旧城讲的。啊，真切真念说得好。说此即佛灭后，这就形成舍王住持，佛何王后成啊，何王后成，这不可能再后成啊。那么今正佛所住持住处，明知上帝就证啊，上帝证。此说可证，佛说此经呢，是在就证。慈恩转缘，慈恩法师是玄奘大师的道场啊，窥基是玄奘大师的学生啊，非常有成就的学生，王舍旧城除摩揭陀国中，古习君王多住其内。啊，其臣呢又生好相貌，故举为臣，又称为上毛臣。啊，就他这里有相貌。在这个地方出产啊，品质非常好的相貌。那么又曰，望昔思曰，若依宗家应是相貌，这个宗家就是善导大师啊，如果是依善导大师所说的啊，是指上茂城啊，望西四弟子亦为京中之王舍城，就是上茂旧城。此说可信，故不应一说啊，其他还有种种说法的就不必了。以上所举的知多论真解、慈恩传啊所说的，可以相信啊，相信就不必再去找一段了。下面法华论云，如王舍城胜于一切尘世故，贤此法门呢最深最深矣啊。这说的地方，佛为什么在王舍城说这部经，
在当时，佛讲经这个当时，王舍城是印度16个大城市之一，啊，现在讲大都会，啊，大城市，啊，文化水平高，物产资源丰富，啊，有高度的文化，啊，又是一个经济非常发达的大城，啊，那么在这个地区，应当要说大乘经，应当要说最殊胜的经典，在最殊胜的地方讲的，所以时节因缘呢，都有表法的意思在里头。啊，这个第二段就讲到了《法华论》云：“如王舍城，胜于一切陈舍部，在当时印度所有大城里面，王舍城是第一。”啊，这个第一里是最重要的，文化水平高。啊，不像现在，现在是把经济贸易摆在第一，啊，古时候啊，胜第一都是讲文化水平，啊，佛在这里讲经教学，这不是普通地方。无天竺，天竺是印度，印度分为五个区域，东南西北中，啊，全印度有16大城，二王舍城最大，16大城里头王舍城最大，故在此城说经，以表此经之最深。大宝积经论云：“问云，何故此法？为王舍城说，非于城口。”啊。为什么不在其他的城市，要在王舍城讲？大曰：舍此法门，法王住处故，欲如王舍，王所止住，故名王舍。王舍城啊，啊，这解释这个法门是法王住处，这是第一，不是第二了啊。比喻就好像皇宫，王室是皇宫，王所居住，国王住在这里叫王室。那么此法门一佛如是，法王住处啊，今天佛住在此地。啊，舍城此一故啊，解释城这个意思，
说诸王舍城。啊，这个经上讲的在王舍城就是住在王舍城。啊，此经经中之王啊，取这个意思啊，确确实实是释迦如来出现在世间，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经啊，所以必须是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来讲啊，佛住在什么地方讲的那些经都有用意的，而且用意很深。那么释迦牟尼佛讲在哪里讲的？在王舍城。哦，只要看到王舍城三个字，这个经就不是普通的经啊，是世尊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里头最殊胜的经教啊。那么下面王舍城什么地方？七度觉山是王舍城外五山之一，王舍城外面有五座山，其中之一净银素月七觉山，此梵名灵鹫山也啊，《法华经》也在这讲的，叫灵山一会，灵山就是七度觉山。啊，此山多有灵仙居住，故名为灵。啊，这个山上有仙人居住在这里。啊，我们有讲神仙居住的，所以叫灵。啊，也有鹫居住此山，所以叫灵鹫。啊，鹫是老鹰。啊，属于鹰一类的。啊，大鸟。又此山顶是鹫头，这个山顶呢像老鹰的头一样啊，又名鹫头山啊。西域记是玄奘大师游记啊，他到印度去取经，旅途当中的见闻，他写了一本书，介绍他所见所闻。那王舍城，他到过了；灵鹫山，他也上去看过。啊，所以这个里头记载说，百山之阳，孤标特起，既起旧鸟，又类高台，空翠相映，浓淡分色，如来遇世垂五十年，多居此山，广说妙法。这是玄奘大师记的。
毕竟是显的。啊，这个山在王舍城的北面，啊，所记载的跟经典上所说的都相同。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遇事就是住世49年，啊，那我们中国人讲虚岁，虚岁就是50年，啊，释迦牟尼佛灭度，中国人讲80岁，啊，外国人讲的是79岁，啊，79岁过世就是49年，啊，80岁过世那就是50年，啊，这是佛讲经教学，佛在世讲经教学50年。啊，在这个山，山上讲的很多，而且都是很重要的大经。啊，最著名的《法华经》，一尘圆教，会三皈依了。在这个山上，释迦牟尼佛把他一生说法做总结，总结就是《法华》。啊，《法华经》上佛在说出他老人家一生教学，啊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也无三，诸佛方便说。啊，那么过去所讲的都是方便说，说阿含，说方等，说般若。啊，都是方便法。啊，最后会三乘归一乘。为什么要说三乘？因为一乘太深了，不是一般人能理解。所以教学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最后到研究所。啊，研究所是真正要教你的。啊，他的教学是顺这个顺序来的。啊，法华会上回小向大了，那些小乘统统发菩提心，都入了菩萨的行列。世尊教学的本怀，这才圆满了。下面举《智多论》里头说：“啊，《智多论》云，其善于五山中最深。”王舍城外有五座山，这个山呢最殊胜。他说出五种，啊，第一种，此山精舍，进城而难上。佛所住的地方最重视的就是这个问题，离城市不能太远，太远其实不方便啊，所以进城的时候难上，
南山寺一般人不愿意去，出家人在里面就落得清净啊，所以杂人不来呀、啊。啊，建成故呢，其实不疲，托钵容易，啊，难上故杂人不来，故多住此，不住于处。啊，出家人都愿意住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极静。啊。第二，其善福德基础，这是个很吉祥的地方，福地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住圣人喜住处，佛为住圣处，故多住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到处流浪。但是在这个山上住的时间最长，啊，这是福地啊，福地福人居，释迦牟尼佛这福德最大。第三呢，七度山是三世诸佛住处啊，这就是九缘界一切诸佛如来在这个地区度化众生，都曾经在这个山上住过啊，古佛住世教化的道场啊，这是从历史上来说。那第四呢，是一种清净，有福德显净故。啊，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福德，什么叫福德？显净是福德。人住在这个地方，修心养心，远离烦恼，身心自在，福寿绵长啊！啊，真正是福德宝地。所以一切诸佛心处，十方诸菩萨赞叹恭敬，八部大力众神所守护，恭敬供养出国诸大乘经都在此山说。不是大福德之处所，怎么能感动？佛在那个地方常住，为菩萨大众说成佛的大法，华严法华都叫一乘，一乘就是成佛的理论跟方法，啊，都在这个地方讲。啊，《法华论》里面也说，
其独觉善胜于诸善。啊，其他善比不上这个善。佛在此说法了，先此法最深。啊，故本经就在此善说。讲经的处所，这个处所不是最甚的佛地啊，佛在这个地方不属第一属圣的经典。啊，佛说一切经，地点要选择，在什么时候，在什么处所，为什么人说，这都是说法的缘呢？缘不去做，佛不说。那一定是众缘具足，法会才能成就。啊，场地很重要。世尊当年教化的地区是五印度。啊，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啊，交通工具只是车、帆船啊，旅行是靠步行的啊，骑马。是那个时代啊，没有现在交通这么便捷。唐朝时候，从中国走到印度，啊，海路是靠帆船，风力，一定要遇到疾呼风。风的方向不对就不能走啊，一定要顺风。陆地上马车啊，释迦牟尼佛没有乘过马车啊，出家之后完全是心求出家人生活简单，三衣一钵，除这个之外什么都没有。世尊在世一生讲经教学，没有书本，啊，也没有讲经的笔记，所以经藏从哪里来的？佛灭度之后，阿难尊者跟五百大罗汉，他们发现结集的。把释迦牟尼佛当年所说的请阿难，阿难记忆力最好，重复讲一遍，五百阿罗汉作证，
这样用文字写下来，流传给后世。所以佛灭度之后，经典才出现。啊，那么佛陀在世，佛的旅行很轻松啊，不带行李啊，就三衣一钵，非常轻便。晚上树下一宿，白天日中一时，出家人为世间人表法的，表什么？万缘放下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，得大自在啊！啊，世间人过得很辛苦，为什么？求索的太多了，什么都想具有，什么都是希求，希求的心太重了，所以生活过得苦啊，又求不得苦啊，因为求就不免竞争，竞争提升就是斗争，斗争提升就是战争。佛希望世界和平，佛希望人民安乐，希望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战争。啊，出家人给社会大众表演这个表法了。啊，释迦族被琉璃王灭了。释迦牟尼佛劝导大家逃难啊，这一组啊，迁移啊，佛为什么不救他？佛知道因果，为什么会有这个战争？为什么过这个？有这么一场灾难，是因为过去之中啊，释迦族是一群渔夫打鱼的，琉璃王啊，他前世就是那个鱼塘里头的鱼。啊，鱼也有领导啊！啊，他们打鱼，把这个池塘水放干，把那个鱼一网打尽，人家怨恨在心，你灭了他的族，现在这一世到人间来了，又遇到了，啊，他要把你这族灭掉，这个是。佛也没办法化解啊，佛只能劝族人逃难，翻过喜马拉雅山，就是西藏。所以释迦族的后裔那个时候逃到西后藏之后，就再没有回去了，在后藏就落脚了
啊，变成西藏人。这是张家大师告诉我的。啊，所以佛教整个都到中国来了。连释迦族当年逃难，逃到西藏没回去。啊，说明人在世间与一切众生不能结缘仇啊，这不是跟人结缘仇，鱼啊要吃它，会惹这么大的灾难。释迦牟尼佛的所说无此，因果多么可怕。我们得罪人，跟人结怨，有意无意，轻而易举，怨恨结下去，那个人怀恨在心，念念不忘，以后麻烦大了。这些事实丢在面前，稍稍留意，你都能看到。啊，真正修复的人不敢呐、啊。真正修复的人宁愿受委屈，修忍辱波罗蜜。啊，绝不敢怨恨一个人，怨恨一个人会招来无尽的麻烦。啊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那就是愚痴到极处。才跟人结缘啊，真正有智慧的人决定不干这个事情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此。